看看我调的酒还不错吧，至于过程嘛，我就不多介绍了，反正就是花样百出。感谢紫薇老师的悉心教导，整个过程大概45分钟吧。最后的成品是根据每个人挑选了自己喜欢的时令水果去搭配出的鸡尾酒，每个人的风味都会不一样。看我这第一次调酒是不是有点那个架势，就是锤波士顿壶的那一下差点把人桌子给锤塌了。摇酒壶的时候真的是好精手呀。课程的话会教到调酒用具的使用姿势，还有装饰物的制作。当然了，我这个手残党是不配拥有自己切的装饰物的。六大基酒的不同风味也会让你感受一下，选出自己喜欢的基酒。制作好的鸡尾酒是可以打包带走的，但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没有这个必要。我还问了一下手凿冰球，老师跟我说新手的话大概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凿出一颗，我果断就放弃了。好啦，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